SYM 3日举行新车发表会，新车不仅在排量上进化，更带来外形、操控、配备全方位的提升。一，请接车。搭载全新引擎，这款运动速克达以 10.58 万元的上市优惠价格，继续引领125运动速克达的霸主地位。我想建筑系列来讲的话，我可以给他两个那个总结了，它两个 U， 一个是是一个 upgrade， 一个是 unique。 我想 unique 就是我们对这个外形，我们从 S 开始改到 SR，我们后来的外形上受到我们的年轻朋友们接受，后来我们为了我们要性能要提升，我们 upgrade 把性能二滑四滑变成水冷测水冷的 EL， 那今天我们就到了那个 U8， 所以我们这一部车 Jet 系列来讲的算是一直在进步当中。 Jet SL Plus 以控制欲为核心，挑战极致操控。外观方面，保留了特色的外露式鱼眼 LED 大灯，加上流线空力设计，使其更显霸气。拥有最短的车轮轴距，最轻量的车重，加上独家 ALEH0 后仰悬吊技术，让骑士感受到轻快灵活的过弯体验。为提升安全性， Jet SL Plus 的制动系统升级为 Bosch 10.3 ABS 系统，搭载 TCS 循迹防滑系统，前后碟盘加双活塞卡钳，提供充足制动力，同时配备 Maxxis REM 性能胎，提升抓地力，强化骑乘安全性。 Jet SL Plus 强调操控性能，并保留实用性，包括 LED 警示灯、 USB 3.0 充电座、彩色 LCD 仪表等设计，赛道或通勤皆能轻松应对。全新车系提供三款车色选择，满足不同骑士的品味。 Jet SL Plus 以 10.58 万元的上市优惠价再次进化，成为速克达之王，引领125运动速克达的风潮。让我们一同期待这款全新的速克达如何在道路上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采。记者黄俊玉采访报道。